互相做两工，就是拢伫，拢伫写。老师，你讲的，你讲那个白面丝线虫，不比线虫，哈，不比白面丝线虫。那不是调好以后再搅咸吗？调好以后再搅颜色。老师进步了。盘里是加盐，应该是你盘里是打底的时候，它不会吸油盐。那你要的颜色就是用调味油颜色上面的。对，就是要打底的，要打底的。调色，你看你要什么颜色，再加一点调和颜色。我伊即摆效效果是要裂掉，我就要买无干，无干也袂少啊。啊，不不一样啊，甲画迄啰皮啊就无干的，因为老师皮啊，伊当要一点一点，迄是爱用白莲丝。白莲丝，我也甲点落去，互伊打一打一打。啊，调好油，搅迄个，搅迄个紫蓝紫色、蓝黑色，各底色，我就去想那个调。那笑笑了，怪讲到这。我袂记你讲过这样，不然你讲啥？我叫你讲你会起来的时间的。问题是迄个梅姐不是讲的呀？哎呦妈！伊你问我个啊，我咧讲，我见啦，我等下我请老师讲的。啊，你爱信就走，你唔要我讲了，对了，他滴就再点都变。没有说你人，没有变，没有变。老师都安尼讲，我了解。啊，我拢无听。你连听啊，你都阿无买话啦。有啊，我嘛都听过。你有讲听啊？你都。遐是不平凡的事。遐是电动片。算老师是在掌上明珠掌。不平凡的事情。老师，你是有在掌上明珠掌？没有连掌，他就是之前在那边掌过的，他们五周年。啊，所以你有几幅画在那里？一人一幅而已。就是你刚刚传那一幅吗？对。有些效果是你要有些肌理你可能要自己稍微试一下哈，而且其实我最近画的其实速度非常慢，速度慢，我其实我画到位啊就艰苦，恐怖经验管理公司，这头发还是艰苦，就是一直拢无轻松啊，就是说。就是说你要自己去你要自己去整理一个方法，其实那个都很困难，就是说你要去试到一个，就是说那个方法你可以掌握得非常好，那个过程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，所以其实就是说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，而且一直变化很大，那你要所以每次画的时候你就去对我们可以就批耶的，就是可能你现在做的哎好像有一点效果，但是都走的时阵我都无呀。你这里是在画 KB 高中。世界远都不一样。
节目。是很辛苦的。不是很辛苦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电费，哦对，电费，我没有电费。等下打工也要交，也要谢啊嘞。我六到老，那六六来啊，我要。没有，你学景嘛，我就盯着。好漂亮，那朵花真的是很美。山水，就出不去。其实很累。你们有没有过去？比如说海中那样。那就是自己会找方法。对。那怎么好？如果说你要像这样画一张。我就纯粹要画这样一张风景，其实是只是稍微有一些。你学习画过吗？啊？示范，但是我示范的你都不知道。哈哈哈哈这个就是说，其实你看我示范之后，你就觉得好像只有这种方法。当然。但是并不是啊，它其实有很多种方法。那其实你在我也用笔嘛，哈，那也用那个也用画刀，那你看到那个效果是不一样。所以其实。真水呀！真水呀！这个呢，三千才水。好，真水。它那个树的形好看。嗯。我讲，这水啊，这。